我们今天呢要来挑战的就是北京富士山。哇，出来就有点冷，啊，我觉得加油！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Story 教练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身后富士山。其实我们在之前呢、已经有来挑战过北进、南进还有东进的三条富士山路线。但如果你看到现在的影片还没看过我们前几次挑战的话，赶紧点选资讯栏连结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来挑战的就是北进富士山，因为上次来我们是自己骑乘，有没有看我身后？其实已经有超级多选手在这边准备了。那我们待会呢准备挑战的北进富士山，全长大概是24公里，爬升1200公尺，其实跟台湾的太平山有一点点接近。那全程的路线呢，平均坡度大概是4到6趴，最陡可能到8趴左右，所以算是一条我觉得蛮亲民的路线。那我们待会的目标，因为其实富士山这场比赛啊，它有分4个级别，就是铜环、银环、金环还有白金环。那分别是铜环90分钟，银环75分钟，然后金环是65分钟，白金环是60分钟内。所以今天目标希望可以挑战成功，就是铜环90分的目标，完赛今天的富士山路线。而且现在的天气，大家不要看现在太阳好像很大，我们刚刚骑来的路上只有10度哎，现在已经是5月。现在是几月？6月初的时间竟然这么冷，所以我们刚刚热身了一段，现在还 OK。那我们待会就准备慢慢的往起跑点，就是出发点移动。那我们今天是第3梯次出发，啊，不说了，我要赶快去热身了。但日本呢，还蛮有趣的一个点，补充一下，就是现在虽然10度，但天气非常干冷，所以骑起来没有这么冷，像台湾可能15、16度的这种感觉而已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赶快准备出发，今天我要快速完成，因为我要回去饭店泡温泉。OK， Go Go。Okay, 我们已经来到了起跑点了，现在的比赛时间已经倒数最后的1分钟。还好现在的天气已经来到了20度左右，就是因为有太阳。好，开始往前了。还是有点小紧张，虽然在台湾也比过几场。哇，就这样开始了，就开始了。出发了！前面这段算是中立赛段，哇，一出来就有点冷，哇。其实他们很多车友啊，都只带一罐水，所以我也把一罐水倒掉，因为大概目标90分要完成，所以应该喝一罐水就够了。然后很多人其实是精英选手啊，刚刚看到第一组的人，他们连水壶都没带，超级轻量化。你看前面这台车，什么都没有，能轻则轻啊，尽可能稍微往前挤一点。前面左转就准备进入计时点，慢，虽然听不懂，但看起来大家突然就减速了。相较于其他车子都这么轻量化，我的车子还真的是很多设备，前面有360，这边是 GoPro。我们的这里起始海拔大概是1050海拔，然后到山顶大概是2200左右。OK， 准备左转，开始今天的富士山挑战。哇，前面就是放行点了。计时，开始，准备。大概就用推力比3.3左右来完成，大概是190，
到200瓦之间。哇，在海拔1000左右开始骑，真的会比较喘一点。前面通过廖金锁，就正式进入北进富士山的赛段。OK， 慢慢回到目标配速，他们现在都速度有点快。5公里，18分43。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骑20分23，所以太快了。1分40左右，要稍微调降一下，有点太大力，有点喘。缓和一下，因为这个海拔有点，起始就1000，所以喘度会感觉比平常更喘一点。前面这女生很厉害，我刚一直骑在他附近，超过他又被他追过。第二配17分，大概现在还领先我们的目标配速1分多钟，但海拔越来越高，其实越来越喘。要尽可能维持瓦数，不然后面掉瓦可能会越来越严重。5K， 第三个 5K 18分半，还在目标成绩内，平均每个5公里19分。就有机会，加油，杨志伟，加油！就有9公里了，还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次我在富士山所搭配的这个轻量化轮组。其实我以往的轮组啊，都是大概用30或35的框高来参加这种登山赛事。那我这次选用的呢是 Zero， 他们全新推出的马赫35全碳辐条的新轮组。那这个轮组跟它上一代马赫33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如果你还没看过，可以点这边。在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它把全部的钢丝都换成是碳纤辐条，所以整体的刚性会骑起来真的有比较硬派一点。那整体的带动惯性在上坡的时候，会觉得踩的直觉非常的轻巧灵敏，真的在抽车的时候，你可以觉得轮组给你的反馈是非常好的。那大家知道 Zero 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他们所有的培铃都是使用 Ceramic Bead， 这个是超级超级划算的培铃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这个轮组的售价也是非常有竞争力，全碳的轮组前后加起来竟然装了不到1300克，价格只要50000多元，我觉得对于台资品牌搭配 CS 的这个培铃来说，真的是非常有竞争力。重点是这个轮组的重量竟然不到1300克，所以两个轮组加起来，对于整车的轻量化是帮助了不少。这次我参加富士山的比赛，车子重量只有7.2公斤。海拔现在1900，开始有一些高山反应，手很麻。血液开始末梢不太循环，加油加油！我印象中到这边就已经快到终点了。支撑一下，海拔2000。
20K， 17分37， 20K 了。最后4公里。北京富士山完成，超爽！我刚到终点真的是大叫一声，太痛快了，因为其实过程超想放弃。先说完赛成绩，如果扣掉那个暖身段，我的手按成绩大概是83分，所以我达标我们的铜标，耶、yeah! ！但是我刚刚路上啊，在第一个分段5公里的时候，其实为了追上整个集团，有点超标了。我的目标本来是抓190瓦到200瓦，就大概推力比3.3左右。但是实际我第一个5公里骑了215瓦，就有点爆心跳了。那时候觉得哇，腿快抽筋，因为天气超冷，而且在第一个5公里的时候，其实都在树荫里面，完全热不起来。然后到5到10K， 就第二个分段的时候，才降到我的目标瓦数，大概是197瓦。然后后面的3段5K 都是191、191、191，就还蛮准的。所以有达标我们的目标，太棒了！终于完成铜环的这个挑战，但距离银环还有一点点差距啊，银环要在75分内，所以达标的成绩还有一点就是要努力的空间。期待下一次来，我们有机会可以挑战银环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富士山挑战，我觉得真的蛮推荐大家可以来试试的，因为其实以现在6月的天气，然后它的脚管是全程封路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。然后很多车友的级别其实差距都蛮大，一定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列车。但我觉得就是要适应的在这个海拔的适应，因为一出发海拔其实就已经1000了，所以在刚出发的时候其实是超喘的，喘到你会觉得哇，我怎么全身不对劲，我甚至连拿果胶都觉得手快抽筋，然后中途换电池的时候一直捞不到电池，还骑到手麻掉，整个快掉到水沟里了，真的是很可怕。但可以达标真的很开心。我们再去前面的这个五合木商店街逛逛，然后最后就下山领取我们的铜环。我们回到了比赛的起点，然后号码布上有一张这个券，它就可以免费换一碗乌龙面。在这边有没有看到现金买300元，你可以直接换免费。哦，刚才领我们的乌龙面，看起来是味噌汤底哦。おいしそう、おいしそう，看起来好吃。哎，我们领好了乌龙面，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味噌汤底，然后我加了七味粉。嗯，哇，太幸福了！因为山上太冷，然后下滑很久，而且早餐很早以前吃，现在已经12点，我们今天4点就起床，太饿了，一定要来一碗。OK， 我们吃完乌龙面了。那刚刚打听了一下，他现在大会呢的那个完赛的环，还有我们刚刚挑战成功的铜环，都会用寄送的方式寄送到家里，所以就没办法现在就拿给大家看。但如果上片前来得及的话，我们就会放影片后面。好了，那这一次的挑战我觉得也是非常开心，就是有达标自己的目标成绩。那骑乘的过程当中，按照均瓦去骑，真的还是会比较舒服一点。但是真的说，
但也说真的啊，就是日本人他们在一开始也不是说很稳定的配速，他们也是忽快忽慢，所以大家还是在骑乘的过程中要去注意自己的配速。那我今天觉得很开心，就是骑了新轮组，然后达标我们的目标成绩，所以整体来讲都是送啦。对了，最重要的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其实我在这一次啊上山之前有做了一个轻量化，这一次我特别换上了 Zero。 那我的车上这组轮组呢是全碳辐条的，就是 Zero 轮组，然后它是马赫35，算是他们全新推出的，在今年自行车展才看到，它前轮加后轮总共才1250，超级轻的，所以骑乘起来我自己觉得在山上的这个爬坡的反馈上，你会觉得非常的直觉，路感其实很明确，因为很硬派，你就会觉得踩下去的感觉是，就踩下去的回馈感是很直接的，然后爬坡的这种感觉就不太会有拖泥带水的感觉。然后我这次其实也换了就是 PZero 的无内胎，所以骑乘起来路感加上这个全碳的轮组，我觉得骑乘起来路感真的很明确。所以其实富士山的路也不是很好啦，所以骑起来很颠簸是真的感觉得到的。还有一个特色啊，就是它的培铃是使用 Sherman Speed 的培铃，所以其实整个在骑乘的这个滑顺度惯性超好的，所以骑乘起来就会觉得非常滑顺，所以这个轮组超级推荐给大家，它是全部都台湾生产制造的，推推。然后我刚才查了一次呢，我的成绩就是1小时22分56秒，然后如果还休息点出发到计时点的时间就是1小时29分42秒，所以不管算哪一个我应该都可以拿到铜环，对吧？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比赛当中还有一段是就是算登山冲刺点吧，它可以在途中从一个 A 点到 B 点去计算你在冲刺点过程距离内时间最短的人就可以拿到那个奖项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来挑战北京富士山，也就是富士山挑战赛的过程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啊，在明年后年也可以来这边参加，我觉得非常有趣。而且整体的过程除了骑乘的环境很舒适之外，在河口湖附近也有非常多很适合观光的地方。那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一集的赞助商 Zero， 赞助我们新的马赫35的轮组，让我在这次的挑战过程中可以顺利达成自己的目标。我是你的教练队，喜欢我们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啦，拜拜！太爽了，达标就是爽。终于休息了，大哥。应该是骑了83分，太棒了，83。还好，还好。